吃午饭了吗？走，我们去吃东西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比这边多了三四十倍的样子。排队等待拍照。拍照。开始逛。Let's go。我们看看这个香精的厕所。嗯。刷新了新世界。来到三亚。那是烧饼吗？出来的时候吧。克制克制。可以合影。可以。真的是。不要不要！第一个项目开始，没有排队就进了个项目，先来看看是什么样的。结束了，刚刚经历了台风，头发乱了。走，小黄人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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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。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小孩，可以玩的过山车。给音乐留级生前来报名。活种争夺战，记得来玩。
侏罗纪公园耶！哇，真的是侏罗纪公园。各位，你们谁挑战一下？我今天就不了，拜。